Toma. Toma.我想起我有犧牲嘅兄弟喺監獄。如果我哋仍然見到有意見者、有不同政見嘅人喺監獄裏邊，我呢個冇真正嘅自由。 因此，我哋要有信心，有勇气起嚟行动。政府系制造恐惧，我哋唔好怕。我哋要有信心，有毅力嘅行动，与爱、与良善、与公义对抗不义嘅政府。 只要我哋行动起嚟嘅对抗，不义嘅政权就在人民嘅力量之下倒下嚟。